你这应该是今天 CM 里面最不好的一个。嗨，大家，我真的是200年都没有录音啊，我真的是忘记想录音啊。可是我不小心把片段弄不见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录音 ，OK， 所以这些就是包裹里面的东西，然后还有一些 slime 粘在包裹上面是非常正常的，每一个包裹都会这样子。然后就有送粘土，还有送海绵，然后帮我寄来做什么 ？OK， 这个 video 是我在考 SPM 之前拍的，所以就是考 SPM 时候拍的，之前。Okay, 第一款就是这个 Magic Slime，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版的，可是应该是吧，就是在包裹里面而已。然后它的质地真的是超级好的，它就是一直黏着我的手。我觉得我是那种手温很高的人，所以它会一直黏着。看到我崩溃吗 ？Yes， 崩溃。它质地很好，只是它一直黏着我的手吧，我不明白。可是没有关系。它有起到泡啊，嘟嘟！每次那些史莱姆送来我家，一定是融化了，所以等下这个透明史莱姆就看不到它透明。哦，它没有融诶！史莱姆送来我家，一定是融化了，怎么可能没有融？有点开心啊，它竟然没有融！OK， 我终于找回我的片段了，然后 ，Yeah， 从这里开始露脸了，拜。哇，我觉得这史莱姆很好哎，透明史莱姆里面应该是我看过最好的。果然，香港的史莱姆名不虚传。最近读太多中国文学了，读到我整个脑都是成语。哇哦，上一个已经融到不行，这个就是有放珠光粉的。哦，这个好像没有融诶。哇哦，没有融，后面也很美耶，而且，哦，这个好像没有融诶。哇哦，没有融，都没有融了，很感动诶，很美。很美耶，天哪，很美耶，请问你可以闭嘴吗？刚才我讲我没有被他的史莱姆给惊讶到，只是外表没有被惊讶到，他的史莱姆的管理地还有没有融化，我也觉得很厉害，很美耶，很美耶。他干嘛很足哦，他没水用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考完试我一定会买一个新的相机。这个相机真的是够好啊！每隔2分钟跟我讲一次温度太高，然后自己关机。
我一定买一个行李架，可能买回同一个牌子、同一款相机。又硬，就是它的材料放到很足哦，它没有水哦，你知道吗？我忘记我买这些史莱姆的价格是多少哦。还有这个是最后一盒，哒哒，我觉得没有让我失望哎，我觉得没有让我失望哎。其实我觉得它绒是正常，不绒才是不正常。比淘宝本身卖的史莱姆还好，就比中国人做的还好。而且史莱姆的质地都很好哎。金钱地位，在你的不要黏着我的手，不要黏着我的手。Okay, 这应该是今天史莱姆里面最不好的一个。Oh my god， 这个流完出来了 ，ew， 这样子对我。OK， 最后呢，我要试一下笔好不好用。Yeah，S-E-N。OK， 这个包裹8分。